据了解，《鹿丛今夜白》是改编自莫武碧歌同名小说的青春励志电视剧，由安悦溪、陈若轩领衔主演。届时该剧将登陆湖南卫视独播。《鹿丛今夜白》讲述了美术系学生顾夜白与少女陆悠妍之间的爱情故事。顾夜白和陆悠妍因为一场意外而相识，在相处过程中逐渐爱上对方，但由于外界的重重阻力和两人不可抗拒的身体因素，他们的感情也遭遇了一系列挫折。安悦溪、陈若轩领衔主演，带领观众走进象牙塔里的美术系、法语系高材生们的日常生活。作为备受瞩目的美术题材青春励志纯爱电视剧，《鹿丛今夜白》除了演绎极致的恋情，还将探讨年轻人十分关心的梦想和职场生活，极有可能成为青春题材影视剧黑马。两人在剧中的初相识颇有戏剧性，作为画家的顾夜白此次更是遭遇了职场生涯前所未有的障碍，而陆悠妍碰巧成为了他的良药。从曝光的剧照来看，安悦溪与陈若轩也被大家齐呼黑一脸，胶原蛋白满满，青春活力四射。目前网友对该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，期待《鹿丛今夜白》能够早日播出，看安悦溪、陈若轩能够碰撞出怎样精彩的火花。